다음 곡은 说真的, 下一首歌呢27살때만든거예요是我27岁的时候写的아첫투어때第一次的巡演的时候27 years 였는데那个时候呢是27岁근데지금제가但是我现在呢아직27살이에요还是27岁아직시간이별로안흘렀네요哎呦时间没有过多久吧27이뭐라고해요27要怎么说呢27그러면35은那35呢35呢35아12345678뭘로할까요要怎么弄呢27을할까요아얼스지얼스지할까요아니면은산스오할까요要二十七还是三十五呢三十五三三눈감았더니어느새상일솔제양심상안될것같습니다眨了一下眼睛我已经是35但是我觉得良心过不去아35로하겠습니다那我就还是35吧왜냐면오늘을기억하기위해서为了要记住这一天오늘을기억하면서记住这一天27살때는27살로부르고27岁的时候呢就是27岁嘛지금은现在呢시간이많이흘렀기때문에因为时间过了一阵子오늘을기념하는의미로为了要纪念今天三十五로하겠습니다我就唱35그러면여러분那么各位지금부터现在开始오늘을기억하며记住这一天잊지않바35 years.
你